唐山隐士是饺子界的开山老祖，藏在城东村里。像这样一家店，需要登门拜访才可以吃到。大妈饺子，想你那个蒸的饺子，来一屉啊，来点玉兰呢。大外甥，等着呢啊。他就是靠一屉饺子做到库里难味道的王大妈，并嘱咐。闺女，这边可以摆两桌啊，别故意上手啊。在当地被雪藏42年之久，后因女儿出嫁的上轿饺子被众人得知，好吃，一屉50个，4种大馅儿，切肉、擀皮儿，全凭女儿负责，就连姑爷都不让插手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也纳闷了，口味精妙绝伦。可自由欣赏坐居时代繁荣，放眼绿意溪畔，一抹清新。大头牛肉的，中国虾汁的啊，这是猪肉，我这是白菜手肉。就连诗人都茅塞顿开。北极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啊！大爷，整点水果，王大妈整点水奶汁呗。这还得上供哪儿的这个人？甭管你什么身份。如碰见韩大爷，没有意思意思的，想进门吃都难。要王大妈粥知道不？啊，大皮蒸饺。啊，那大爷算了吧。